还没打。哪有十分的？我看见我的还，我的转速啊，我这个都还没打。然后我打了。吃个蛋糕吧，中午休息一下。妈呀，感谢，有你真好。没有没有，这个。哎。感谢感谢。在哪边子？锦江、啊。锦江啊，这么好、哦。我说抽，我说一人收，一人收五百，老板。哎呀，收五百块是吧？钟老板收。对对，开完碟了啦。哎哎哎，我分享。哎呀，你也完蛋了呀。拍谁？拍谁？他脚穿了正露营。大头，大头，那个大头的。要脱干嘛？谁在脱都是。说啊说啊。好，啊，一人交五百块啊。老板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，好了 ，OK 了。哦，锦江，啊，锦江，你知道在哪里吗？他知道了，他知道了，知道好了。就两个，啊，里面两个去不去？没有啊、哦，这两个要不去。我自己看。好了哈，我那有差不多了，有那个感觉。没有，但你要自己看。就持续安慰一下自己啊！
放电脑，不要钱。马手正常，瘦瘦高高又，对吧？又匀称。现在不是了啦，现在要又矮又快的。你是说三口欠啊？没有啊，印尼那两个这样。啊、你说那两个？对啊。他们两个是轮转非常快，然后手动推的。嗯，他们就是没有，就是因为他们转得快，他们才可以做很多不同的球。对，那对方要杀球，那个不好施力，那个球点要瞬间就要施力。来，你看，你再来。看他下巴都一样，你再斜一点之后就可以跟他一样斜。高丽，飞鸿李文华、陈诗雪、小周、雨芳、周明辉，有图有真相。好奇怪、啊，看起来不一样。强的跑来这里，我们这种组别打 OK。什么强？那个小刘就说还好而已啊。还好啊。哎呀，说还好而已啊。欸、你会碰到他、啊、今天？没有啦，我们打完了。里面还一场啊？没有啊，不是他们的，他们是谁？他们打。我啦，我们打的啦。我们遇到他们的。已经打完了。我遇到他们打完了。已经打完了，剩几个？剩五分了。不错、啊。没有，他配的那个大量没有那么强，比较弱一点。
双腿要起跳，那个腿的压的要压重心的压。飞龙李胜起，小周郭玉坤林德豪，体制第四场地。应该说差你一点点，下次。飞哥陈宗礼前一男。成功，我看他谢谢您。来了，请进第三场。